毛毛兔喜欢学校，我喜欢学校，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事情。学识很犀利的新字，例如睇贴、听老师讲故事，还有做很多很得意的手工。今天我就和我的朋友仔一起做海洋生物。我们的课室真的很得意的，摆了很多我们读过的书，挂起了我们完成的美流作品，我们写过的故事，还有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。而且我的老师还有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我的。我喜欢学新的东西，这些都是我刚刚在学校学到的。电脑、我们的世界、阅读、美劳、写字、动物、健康、游戏、数学、植物、运动、分享。我真的很喜欢尝试新的东西的，有时候有些东西是我一开始不喜欢去做的，但到后来就变成我最喜欢的了。我认真又努力，在午餐的时候我都很开心的，我和朋友一起坐下吃午餐，我们一起聊天、讲笑话、大声笑，而且我们都很喜欢玩的。在学校玩都是一个能够认识到新朋友的好机会，这个是我喜欢学校的其中一个原因，而且也都令我觉得自己很厉害啊。但是在一日里面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放学回家。每当我和妈妈爸爸分享学校的点点滴滴，还有在学校学到的东西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开心啊。毛毛兔喜欢学校，我喜欢学校，这些是我最喜欢的事。学会了不起的新字，听老师讲故事，还有做很多好玩的东西。我的教室真的很有趣，有好多我们读过的书，我们完成的美劳作品，我们写的故事，还有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。而且我的老师和好多小朋友都很喜欢我。我喜欢新学的东西，这些刚好是我在学校学到的。电脑、我们的世界、阅读、美劳、杂写、动物、健康、游戏、数学、植物、运动、分享。我真的很喜欢尝试新的东西，有时候这些东西是我一开始不想去喜欢的，到后来却变成我的最爱。我认真又努力，午餐时间我也很开心，我和朋友们一起坐着吃午餐，我们聊天、说笑话、大笑，而且我们喜欢玩。在学校玩也是个能交到新朋友的好机会，这是我喜欢学校的其中一件事，而且让我觉得自己好棒。但是一天当中，我最喜欢的是放学回家。
每当我跟妈妈、爸爸分享学校的点点滴滴和学到的东西时，我真的很开心。